森特卖会特别严选来自威斯康星州许氏森业集团最近刚刚采收的新鲜花旗参，特色是营养成分高，最适合冬令进补，搭配了东森独家的限时限量促销，欢迎观众朋友把握机会。迎接以高品质闻名，来自威斯康星州热销全球的许氏花旗参，最近一批新鲜参，许氏森业集团总裁许忠正特别强调，新鲜参美味可口，最适合卤菜。新鲜参、干参不同地方在哪里？它的味道特别甘甜，特别香。是，你煮汤啊，或者那个炒饭啊，或者炖鸡都很好，做凉拌菜也都很好。当然也可以做凉拌。不止风味佳，新鲜花旗参的营养价值更是比一般干参高出许多，适合冬天进补。它的养分比一般干参多了很多，14%。那么我相信，在尤其现在秋冬交际的时候，哈，能够来适时的进补一下。所以呢，郑重大家推荐，今天我们大家进行的新鲜，每一年只有这个时候有哦，不是全年都有哦。加上新鲜参本身能调节人体代谢，增强免疫力，不论送礼自用都是最佳选择。那我们今天的组合是4包，因为呢限量。所以一组呢4包，99元。但是许老板啊，东森特卖会一定要优惠，我们怎么特别的优惠呢？好，加送一包了，加送一包，哇，买四送一耶！迎接感恩佳节，东森特卖会本周联手许氏森业集团，全力拼促销，健康美味，高贵不贵，欢迎全美观众把握限量特惠。以上是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